9月8日下午，曾在蜗居中饰演海藻的演员李念突然在微博感叹道，一个人走路真的很辛苦，并且删光了所有关于老公和家庭生活的微博，微博直接删到了2013年。网友也纷纷在微博下面留言表达疑问，李念的富豪老公林和平已是二婚。关于他跟前妻离婚内幕，在外界似乎有很多传闻，其中最精彩的就是小三上位的版本。据网友爆料，李念和林和平相识于一个朋友的酒会，那时候两人第一眼就互生好感，很快就发生了某种关系。但是这个时候林和平是有妻子的男人，直到李念肚子里有了动静，林和平才向老婆坦白，后两人离婚。其实半年前就有网友爆料出李念离婚的消息，最近关于李念离婚的传闻也越来越多。通过李念今天的微博，难道真的要像网友说的来个周一见？我其实想要的很简单，那么多追我的男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？我说我要的太简单，为什么你不能给我？我就想要一个跟我生活习惯一样，然后能够好好的爱我，我也会对他好好的像一个女人一样服侍他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